寒墨之战。这个球，这个老大尤尼斯基古利尔确实是经验蛮丰富的，抓第一球打成一个右半边的安打。在四局的前半，前三局呢，宋家豪的表现呢是非常的出色，有效的压制古巴队的一个攻击。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，被他轻轻的一扫。这种高张力的比赛哦，稍微偏高了就危险，所以一般人对投手那个偏高的球掌握。